好，有家长问我说，在整理相片的时候，相片好多，有没有可能把要的选出来之后，做一个方便做一个改档名的动作？那个人测试了一下，可以用这个方式解决。首先，你去下载这一支程式，好，直接选择下载。这是大量更名的批次程式，选择储存在加目录。好，选择储存在你的加目录。选择储存在加目录之后呢，请你在终端机下贴上这两行指令就可以了。把这两行指令复制起来，在终端机上贴上。好，贴上之后，你就会在你的档案总管上面，你可以选取很多张相片，按右键选择指令稿，大量更档名。好，请你输入你前面要放的文字。那我选择好，我放 A。